这台车大多数车友没见过吧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它是我们四川资阳厂生产的，名字叫 CKD61。 网上关于这款车的资料少之又少，这款车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。我们知道资阳厂生产的 GK 系列机车， GK 代表工况的意思，那这款车的 CKD 又代表什么呢？这一类火车厉害了，车头是昆局的韶山 3B， 也叫大 3B。 成都铁路局贵阳机务段的5001号韶山 3B 曾经挂牌先锋力神，后来摘牌了。这款车是由两节六轴机车连接而成的12轴固定重联重载货运机车，12轴的火车头还是不多见吧。这款机车能在千分之12到13的大长活上拉4000吨货物，并维持50公里每小时的均衡速度。虽然千分之12的坡度我个人认为并不大，但是4000吨的货物确实很重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款车还通过了在千分之12的坡度上进行坡停起步的实验。什么是坡停起步？就相当于我们考驾照的时候坡道起步一样，拿着4000吨的货物在坡道上起步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成昆铁路上跑的机车都是大力士，韶山四俗称四哥，它后面还有一台韶山三，又叫三哥，都是韶山系列的啊，一个三哥，一个四哥，真可谓是火车兄弟啊。所谓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注意啊，这里的利不是利益的利，而是力量的力了啊。三哥四哥一联手，成昆线上随便走，这牵引力也不比刚才那一台大山壁弱啊。